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啊。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，我们今天依然到这条河里面来钓鱼啊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钓位有变化，在这个三角湾这边啊，刚刚打了一个窝子。然后我们过个半个小时左右开始试钓啊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有收获啊。我没来得及拍，这条可以啊？这可以，绝对有三两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啊，今天的收获不是特别理想，到现在打完窝到现在钓了2.5个小时，只钓了2条鱼啊。虽然说鱼获不太好，但是还是有收获的。我想给钓友一点建议啊，就是这条河虽然说里面的鱼还可以大小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起早来钓啊。就像我们今天赶了个大早的话，其实没鱼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结合我之前钓了几次，钓了几条大肚鱼，然后我们今天在河边看到一些鱼在追逐打闹，在产子啊。所以说，早上的时候鱼都在岸边产子啊，根本就不吃食啊。只有等到天气太阳稍微高一点，等温度上来了，鱼到水底去了，可能鱼果会稍微好一点。所以说我建议各位钓友想到这条河里面来钓的话，还是选择下午3点钟到6点钟吧，或者夜钓，可能效果会更好啊。千万不要再跑空了啊！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